接受的人，拢会当担着迄个美好的感受。咱看起着伊怎样来认捌着自然界的每一个关系，对待自然中间每一个接触的中间，伊会当感受着大自然的奥秘。这是伫咧伫古人个中间，伊咱有一个啊，咱讲个生理个一个感受。所以智慧毋是靠伫嘴去讨论个物件，是用心去感受个。所以咱在座每一个姊妹，我需要甲咱鼓励，咱拢爱对家己个智慧有信心，特别是咱母亲妈妈，你会当应用着你厝个啊，互你囡仔囡仔伫厝个时阵。就会当感受到迄个水的感觉，咱若伫家庭中间，就会当感受到美好的感受。无论外口遇到啥物的困难，等来咱若伫家庭的时阵，就会当重新伫个开来，上帝来祝福咱大家。所以伫这中间，这个阿嬷，伊这个有智慧的人，伊来培养着生命，培养着平安在吧，伊也提供建议。对你憔悴建议的人，伊甲伊鼓励，毋茫伊会当来自我来实现，也感受着自然甲生命的一个无共款所在。即、这个有智慧的人，也会当看透着一个人的本质，伊用真丰盛的生命经验甲智慧来看每一件事情。所以，当伊分享的时阵，毋是批判。不是我以为会当甲你看透，我来陪伴你这个人怎样怎样，是用搁较和平的心、宽容的心，尊重每一位兄弟姊妹。咱看见安那这位年长的姊妹，当伊看见着耶稣的时阵，伊就来呼了上帝，并且向所有的人来介绍耶稣。伊毋是停伫迄个所在，毋是讲啊，我看到耶稣啊，我看到耶稣，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分享耶稣的欢喜。所以咱这个看到一项非常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一个姊妹、一个兄弟，伊一个心来听候上帝拯救的时阵，伊就要伫伊活着的时阵来看见着上帝的救恩，伫伊活着日子的时阵，袂失着对上帝拯救。所以最后真重要，就是分享圣诞的欢喜。圣诞节的意义，欢喜是啥？就是咱今日所读的下咱的经文。咱做伙将咱的经文来给拍开，或者是你嘛当拍开你的圣经。我说嘛，你的圣经即句经节爱来背山起，用金色来背起。咱做伙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。来讲，你看，在世路底怀孕生子，人要叫伊的名做伊玛内利。来继续读落去，欢喜就是上帝甲咱之地。好，就无点看一字。上帝甲咱之地，你家己圣经，请你来背起。伊玛内利就是现在所带来上大的祝福。就是啥？上帝甲咱伫个，上帝甲咱伫个所带来是啥物？就是平安、喜乐，就是天后期待得到满足。这位年长的姊妹安那，伊知影耶稣降生了，伊的性命有新的意义，就是去分享这个消息。伊无因为伊的年纪来放弃服侍，无因为伊的年纪来放弃服侍，反倒搁较积极去做，去传福音，去分享耶稣降生的消息。现在这中间有真重要的意义，一个是悔改，一个是喜乐。悔改是发现家己性命中间是毋是有罪。合上帝欢喜的意思，在咱的一年中间，咱伫过去中间有感恩的代志，或者是有欠亏人，或者是
乐，因为知影咱家己每一日行日子，咪当咱家己愿意将家己软弱交伫上帝面头前时阵，咱会当真心真正去感受着上帝对咱的疼甲接纳，咱的心就要来摇头吧，就无搁有烦恼，然后会当来展现出喜乐的光彩。真正喜乐就是建立伫耶稣来甲你世界上所带予咱的好消息，就是予人伫生活中间来得到超拔。伫信仰发现中间，大人就是积极，毋是讲啊，是啊，我愈发现我愈歹，哦，我真正就是遐尼歹啦，毋是，是搁来想一个祝福甲平安，因为咱就是咱的软弱，咱甲需要耶稣基督帮助。咱要再过来看一段经文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啊十九节。路加福音来看后壁来翻过去就好看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啊十九节。哎，无说拍这是多少本嘞？咱若是归咱的汉语部，咱当作来读来。做事引导我，因为伊引导我。我传福音予送众人，伊有请我予受的人讲，伊会得头发；予青年的讲，伊会得着根。来偷办是阿济人，十九节讲，宣扬主欢喜的，宣扬主欢喜的。咱好下过，咱做来看咱的导演片，做来读一解。来，主的灵在我身上。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。什么是喜年？七个七年了的喜年就是喜年，简单来讲，每五十年。就是一个喜年，每五十年就是一个喜年。为什么要报告这个欢喜的消息？因为伫喜年的中间，所有一切拢安怎，拢无去啊！你的劳保，你爱全部拢爱回返你厝的。人欠你的钱，你爱全部拢返啊，好无？有好无？但是这个喜悦中间所带来上重要的意义就是全部从头开始，全部从头开始，让人有一个新的机会，就是像伫这几年伫国际咧宣传的，对迄个第三世界来免疫的者，来免疫的者，特别是两千年的时阵，主要两千年的时阵，1999年、1995年迄个时阵就开始咧讲，就是来偷吧，来减免遐第三世界非洲的国家来免疫的者，予伊有迄个机会，安怎？从头开始，从头开始。伫咱的国家，圣诞节中间上重要的意义，第一个主角是啥物啊？耶稣基督。伊就是带予咱上大的喜乐，就是迄个平安甲喜乐，就是将咱即个罪来安怎免去啊，来除掉啊，也上帝来帮助咱了解着圣诞的意义甲迄个欢喜的时阵，咱会当搁较讨办伫上帝面前。新的一年，有人讲新的一年就是啥？民国几年？一百年。一百年是啥物年？祥喜年。好，我出特别再来拍出来。啥物是祥喜年？喜年就是一个讨伐的日子，带予上帝平安甲祝福伫咱台湾这个所在。上帝来帮助咱，搁无搁一礼拜时间，就要来迎接新的一年时阵。毋嘛来邀请咱大家，咱会当做伙来到伫咱的台南市。咱要做伙来举办跨教会一个祝福的祈祷。
来祝福咱的台湾，来祝福咱所徛起的台南市，来祝福咱规个所有的台湾伫世界各国来享受着上帝祝福。我咱做来学习着西人加拿大伊的精神，咱拢无人比这两个较老。咱的年纪搁足小，咱会当随时来分享着上帝降下的喜乐，耶稣降下的喜乐，来予咱身躯平平稳稳。这是我所要邀请咱做来念《回应诗》献诗121首。献诗121首，我所来读这个歌词，要请咱的书记、咱的兄弟来弹一下，因为这个调无啥共款，吼，这个调无啥共款吼，啊，所以咱唱的时阵，无容易来唱出来。
一个欢喜平安的心，充满伫阮单位。愿主来赐阮舒服平安，献上满心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求。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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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弥陀